不是有念经完了你就做不太好的人，人怎么哎改善你的理念？好的人第一是妈妈爸爸好，家好，他就越来越好，树根根，根有好道，水道树就越来越大。第二是要去对路，一样一个人，他是学习好，很聪明，去工作徒弟，是一样，这里才会好，不可以好啊？想好做好，走路好就可以越来越好啊。